以前有没有这样去过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。嗯。什么感觉？感觉它会长翅膀的。那种器官图的感觉。嗯。夏天，清爽。嗯。这个光头为什么喜欢羽毛？这个秃头就是很舒服。喜不喜欢？
两天就习惯。这需要两天时间适应，毕竟这么长头发，一下剪那么短。对。粘上一头发吗？一点一点。也还好。这边你看。这边在你给你梳一下。哇，好细。刚好耳环就出来了。不错。好看。这个颜色感觉跟黑色差不多，有点点轻，头发太柔顺了。其实你这个发质就适合短发。真的吗？它特别的柔顺啊。很服帖。它不像我的头发，第一天洗了还比较顺，然后第二天它就乱七八糟的。后面摸得很舒服啊。很光滑。可能刚开始还不习惯。鸡皮疙瘩都要出来，我真的很舒服。你这个女生特别像。